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又有食材上门了。 把你们砸成肉饼！ 哪儿来的小虾米？走你！虾米再多！ 把你们砸成肉饼！ 哪儿来的小虾米？走你！ 虾米再多，也得给俺飞起来！看，把你们砸成肉饼！ 懒得做馅饼，完整的烤着吃。看，把你们砸成肉饼！ 虾米，走你！ 虾米再多，也得给俺飞起来！
把你们砸成肉饼。虾米再多也得给俺飞，新鲜的肉还没下锅呢。啊！主人误会，先杀了这妖孽，再去看长鱼道长的伤势。本气主要把你们剁成肉片，拌着海草吃下去。
着美嘉大人，吃遍四海。为你们，无法释放。
想回家。